我们业障重啊，怎么铲除啊？铲除就是改过啊，经典是是非善恶的标准啊。从哪里学习？就是佛世尊教导我们。 从十善业道做起，《十善业道经》，藕益大师有个偈本，比我的偈本长，要用它来改过自新呢，很实用。实际上。 我们这些年来提倡儒释道的三个根，有没有根据？是不是胡造谣言？有根据，根据什么？就是根据《净业三福》第一条，孝养父母怎么个做法？ 奉司司长怎样做法？我们落实《弟子规》。《弟子规》里面113章4，就是孝亲尊师，从净业三福来的。 慈心不杀，我们就落实道家的《太上感应篇》，讲因果教育啊，末后一句修十善业，所以我们落实儒释道的三个根，是依据《净业三福》第一条。 你先落实三个根呐，然后你才能入佛门，啊，你才真正能够接受三规五戒。第二条是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犯威仪。哦，这一条里头了不起啊！ 具足众戒，具足是一条不缺，那在小乘有多少条啊？3000威仪，3000条啊！大乘有多少条啊？84000威仪，菩萨了。 尽善尽美呀！他这么多条从哪来的？给诸位说，就是从《弟子规》感应篇十善业展开来的。菩萨84000威仪归纳就这三样，展开就那么多。